日已經嚟到2021年嘅最後一日啦，我哋嘅新產品咧都仲係不斷咁上緊架嘅。最矚目嘅咧就係光城精工嘅所有產品啦。首先最人氣嘅就係地盒啦，地盒有單裝同埋孖裝啦。咁我建議咧就係買孖裝嘅，第一抵啲啦，第二就係因為佢兩個咧可以接住一齊用嘅，咁教聲方面咧會多變啲。我自己比較中意咧就擺喺信源嗰度。我兩個 CD 盤都有用嘅，咁跟住仲有就係光城精工嗰條$400嘅電源線啦，我自己都入咗三條，因為個聲音非常中性啦，跟住$400真係抵用到無話可說，仲要係全日本做嘅。另外有個產品咧就未提及過嘅，就係光城精工嘅濾波器同埋拖板，一拖三嘅拖板，好得意嘅，亦都好似地盒咁樣可以駁住嚟用嘅。你可以擺個濾波器喺前面，再接個拖板又得，跟住咧你擺個拖板喺前面或者後面接個濾波器咧，亦都可以嘅。咁呢個產品咧嚟緊就會好詳細咁樣介紹，但係如果你已經認識到嘅已經知道呢個產品存在咧，亦都可以了解一下詳情啦，喺條 link 嗰度。除了光城精工的產品之外，就還有 Feel 的 BTA30 Pro 藍牙解碼接收器，即是說如果你套 Hi-Fi System 想用藍牙播放的，例如電話、例如 Pad、例如其他東西都好，那這個 Receiver 是比較靚聲的一個選擇。如果你有很多歌在電話上想播下去，那套 Hi-Fi 又不想播線的話，這個藍牙接收器是會幫到你的。另外還有三款 Aviot 好靚仔嘅藍牙耳機啦，係三個唔同嘅價錢嘅，$1,600啦、$1,100啦，同埋$800嘅。如果想睇下邊款啱你嘅話咧，第一睇外形啦，第二就要撳入條 link 度咧睇下佢裡面啲 spec 啦。仲有一個好得意嘅產品咧，就係 DD HiFi 出嘅發燒友戶外專屬包。咁佢本身咧嗰個袋仔咧嗰個外形啊，即係個 dimension 咧，同你一般街買到啲袋仔唔同啊。有少接近四方形嘅，即係佢俾你擺咗個 player 之外咧，仲預埋你擺耳礦啊，再擺埋個耳機都得嘅。咁佢呢個咁樣嘅多格數啊，同埋厚身少少嘅設計，咁就啱曬好中意帶成副 gear 出街聽歌嘅朋友啦。仲有一隻超人氣嘅日本製造耳機 Carrier 嘅 i430。它是一隻四動鐵的耳機，分別是兩低、一中和一高，無論它的調音和外形都看到一個很濃厚的日本味道在裡面。雖然它是一隻純動鐵的耳機，不過聽落一點都不會硬聲，是那種清聲但是又帶少少感情的一個調音。第一批購買 i340 的朋友是會獲贈它原廠 D320 的 4.4 線的，這條線雖然是送的，但就一點都沒有渣流灘，它價值是$1,980，是由7股線芯每股用19條 DTP OFC 線去組成的，即是你看到個粗度你就知道喂這條線一點都不流的。本身以$4,000一隻嘅全日本製造耳機，再送多條$2,000嘅線咧，咁如果你係中意佢呢一個外形或者想試一試呢個新牌子嘅調音咧，咁就可以留意一下啦。上星期聖誕節附近咧提及過好多優惠啦，雖然係繼續嘅，不過有好多清貨嘅耳機咧都已經係賣曬噶啦。不過例如 Beam 嘅全線產品最少有8%啦，呢個係繼續嘅。咁另外仲有每$1,000有$80的購物金回贈咧，就做埋呢兩日，咁你就把握呢個機會啦。因為過咗1月1日之後咧，就冇呢個$80的購物金回贈噶啦。咁記住，呢$80咧係你下張單咧已經可以即刻使用，而且冇最低消費金額嘅。咁叫做係小店嘅少少心意，希望大家過一個更好嘅2022年。